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呢个疗剂咧，系叫硝酸银。硝酸银，英文系 silver nitrate 吓，嗰个拉丁名咧系 argentum nitricum 硝酸银。硝酸銀的病人通常有一 种體型，通常 是乾乾瘦瘦、乾乾瘦瘦縮埋的、okay? 骨瘦如柴、這些這樣的人、很緊張，很多時候呢、就是、用腦呢就搞到頭痛，或者 頭呢是很盡。女士们呢就有经期的问题，通常呢你看到那个病人呢通常都是比较是恩恩瘦瘦、干干真真，那些皮呢是缩缩埋埋、骨瘦如柴这种这样的体质，这种这样的体型的。硝酸银可以说呢在同类疗法里面呢属于一种大的疗剂，我叫 polycrest， 即是很多用途的大疗剂。它应用呢通常两大的地方，第一呢就是在那个精神情绪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第二个应用的地方呢是那个、肠胃道这方面的问题的。硝酸银可以说一个主要是用来处理那些恐惧症的疗剂，多方面 的恐惧的。它还有一个情况，他们是很多时候是很喜欢吃甜的东西的，所以他们的恐惧很多时候是跟他的血糖的问题有关，是很严重的血糖的问题的。病人通常你会发现他是很喜欢吃甜的，即是呢
呢種咁樣嘅佢血糖嘅不穩定咧，可能導致血糖低或者係糖尿啊呢一種嘅療劑嚟嘅。咁所以可以咁講咧，硝酸銀咧都可以應用喺治療糖尿病呢種嘅問題嘅。OK。尤其是你發現啦，佢有好多呢啲恐慌嘅情緒嗰啲毛病嘅，係啦。有陣時候我哋遇到一啲小朋友咧，係過度活躍嘅小朋友，咁而你發現佢哋咧，佢每次食啲糖咧就會發到癲噶啦嚇，去到好敏感啊，好嬲怒啊，發脾氣啊咁。喺呢種情況咧，你可以考慮咧用呢個硝酸銀啊 （adrenaline nitrogen） 幫助佢嘅。嗱，硝酸銀嘅人咧就係食糖咧，佢中意食糖，但食咗糖就出現問題。咁大家知道咧，係白頭翁 （Poster Teller） 咧係食肥膩嘢出現問題嚇、啊。即係如果你遇到個一個情況咧，嗰、那個病人咧係有可能嘅腸胃嘅問題啊，整體嘅不適啦。因為佢食咗好肥嘅嘢嚇，感覺不適啊，好滯咧。咁白頭翁係 Poster Teller 係嘅。咁但係 adrenaline nitrogen 硝酸銀咧，係主要咧係食甜嘅嘢，同埋食鹹嘅嘢都會係嚇，即係又鹹又甜嘅。咁通常咧，你會見到佢咧係好多氣、好多胃氣、好多藥氣咁樣嘅。咁但主要我過去用喺呢個療劑咧，好多時候係用喺一啲嗰、那個驚恐症嚇，嗰、那個驚慌症 panic attack。在同類療劑裏面我們都有幾隻療劑的幫助處理這個驚慌的 panic attack 的，其中就是烏頭輪還有硝酸銀，這三隻可以這麼說是經常用得著。還有一隻就是石蟲 lycopodium。 石蟲的症狀是右邊的，而那個硝酸銀是左邊多的。咁即係有時你遇到一個病人咧，佢個症狀咧好似我哋嘅石蟲型嘅人嚇，咁、但係咧佢係問題咧係出現喺左邊啲嘅嗱。石蟲型嘅人通常咧就係肝啦，肝喺身體嘅右邊啦，有氣啊，又脹啦，又焦慮啊，咁有陣時候咧緊張自己做唔到某啲嘢啦，咁但係佢好多症狀出現喺右邊嘅，但係你相似嘅情況咧。你見到佢咧出現喺嗰、那個左邊咧，咁呢個咧就係、是、嗰、那個硝酸銀呢個症型。好啦，咁佢哋好多驚，即係我叫 panic attack， 好多係嗰、那個驚恐症嚇。咁、亦都好多時候咧，好多恐懼啦，怕自己會暈倒啦，怕可能自己喺個公眾場所嗰、那個出醜啦嚇，或者發羊吊啦。驚住會有呢個癲癇出現啦，咁佢最主要咧，佢係驚咧，係驚自己失控。好多時候咧，佢驚自己失控。我遇過好多時候咧，呢啲人咧，本來咧可能係即係有要做嘢，但係咧個工作咧係做到佢好辛苦，用腦過勞咧，咁佢就開始出現呢種咁樣嘅跡象，係一種驚嗰種嘅跡象。好啦，咁。另外一個精神的症狀咧，硝酸銀咧通常咧就係、是、有一種期待嘅緊張嚇、啊，即係佢我叫 anticipation， 即係有啲嘢要發生咧，佢驚嘅。咁最主要咧就可能咧就要上台啦，要上台做嘢啦，或者要出去出邊咧，可能一個神父啊要去教堂要講道啦。咁佢突然之間咧就驚到咧就可能要嗰、那個吐射啦咁樣啊，咁好多時候咧，我睇到呢啲咧係一啲藝術家啊、舞蹈員啊、音樂家啊，或者甚至乎一個中學生就嚟要交功課啦，咁佢就突然之間出現呢啲咁樣嘅症狀嘅，咁所以咧通常咧佢哋有一種腸胃嘅不適，加上好焦慮尤其是咧當佢有嘢要做咧，就會出現呢啲咁嘅緊張同埋腸胃嘅不適嘅。咁同埋咧，佢成日咧一種感覺咧，有啲即係有啲壞嘢嚇，就快發生嘅啊！即係好似咧嗰個世界末日啦嚇啊，就快出現啦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呢種
呢啲人呢啊呢啲嘅正型嘅人咧，通常咧就好多充滿呢啲咁嘅恐懼，啊怕高啦，怕廣場空曠嘅地方啦，啊怕細嘅地方啦，啊有時佢哋去戲院嗰度咧，佢就中意坐埋嗰個邊邊位嘅，啊因為佢驚住咧就坐喺中間咧，好似有種一種密室嘅恐懼嘅感覺。咁通常咧，佢哋身體嘅出現嘅症狀咧就會震癲啦，胃氣多啦，放屁啦，腹脹啦，同埋吐瀉嚇。咁仲好明顯咧，就好怕咧係公共即係要去即係要做要演講嚇。咁呢啲係特別怕嘅。好啦，咁而家有陣時候咧，佢哋會驚嗰啲橋啊，佢唔敢過橋嘅。佢過咗橋之後咧，佢覺得咧嗰架車咧可能會衝出橋嘅啊。咁有啲人咧會做好多治療，幾年咁去到嚟到企度克服呢啲咁樣嘢嘅。咁佢哋怕高啦，佢種感覺咧，佢有時候咧會去到高嘅地方，有種衝動咧就會跳出去咁樣嘅。啊，即係好似佢哋不受控制咧，可能會跳出啊，跳落去咁樣。咁呢個可以話一種係有極之衝動嘅療劑嚇。咁同埋咧係好多迷信啊。好多迷信嘅，咁同埋咧好多啲我叫 rituals 啊，即係佢好中意做啲嘢咧，係一連串嗰啲咁樣嘅行為啊，要做。譬如佢好覺得咧啊，著褲咧第一次咧就第一就要穿只左腳落去先，跟住先去擠右腳咁樣。咁而嗰個扣鈕咧一定要下邊扣上去啊，同埋咧就唔可以向下，唔可以任何方向咁樣嘅。咁啲人咧就好多呢啲咁樣嘅行為嚇。咁亦都咧，成日覺得咧有啲妄想咧，好似有啲人害佢嚇，好似覺得佢電話咧俾人偷聽啊呢啲咁，咁導致可能咧，即係唔係話完全係嗰個精神分裂，咁但佢呢啲咁樣嘅妄想咧，成日都有，同埋咧佢哋好多時候咧就係唔肯食藥嘅，就算你俾個療劑俾佢咧，佢都驚嘅，因為佢點咩咧？佢驚住咧嗰啲藥，佢即係嗰啲藥係咪有毒性啊咁樣啊？好啦，咁喺同類療法裏邊咧。都有唔同嘅其他嘅療劑咧，係即係驚住俾人落毒嘅啊，譬如南美蛇毒啦、Lexus 啦、Arsenicum 啦、砷咧啊，都係有呢種咁樣嘅症狀嚇。咁、除咗嗰個硝酸銀之外 ，OK， 好啦，通常呢啲人咧喺腦海中咧係有啲好多嘢係困擾咁，不斷咁嚟到纏繞同埋困擾佢嘅。咁導致佢哋咧就係長期失眠啦，咁失眠嘅期間咧，因為個腦海中咧重複咧出現嗰啲咁樣嘅影像同埋思路，咁咧嚟到不斷咁嚟到折磨緊佢哋嘅，咁佢哋覺得就即係一種即係好似不斷咁受緊苦嘅，咁到尾期咧，佢哋有時候咧，佢哋覺得自己有超能力添㗎，咁但係佢又感覺呢個超能力咧，可能係會即係會令到佢咧係做出一啲即係驚人嘅事，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咧，佢有陣時候咧係好怕自己咧會做出一啲危險嘅嘢嚇，控制唔到嘅嘢。但係咧，佢哋咧就係停唔到嘅，或者咧佢可能對一啲對電咁突然之間驚，好似驚會被電親。咁跟住咧，佢將屋企嗰啲嘢咧，全部咧係用電腦嘅嘢，全部刪曬佢，或者咧唔煮嘢食啦，個電腦刪咗佢咧，食生食咁樣嘅，咁呢啲都係一個Adrenaline Nitrogen 會有嘅，咁Adrenaline Nitrogen 咧有時候你睇到佢咧個身體嘅語言咧就有行路咧就行得好急速嘅，同埋個身體向前傾，咁呢種咁樣嘅行路嘅情況，好啦。仲有一個情況咧，我哋硝酸銀咧有陣時咧，佢感覺到咧喉嚨嗰度咧好似有個刺撐住佢嘅啊，咁好多導致佢咧咽喉發炎啊、喉嚨沙啞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嘅。OK， 好啦，咁所以咧呢個療劑咧可以咁講係非常之好用嚇、啊。好啦，仲有啲關於嗰、那個Adrenaline Nitrogen 咧，Adrenaline Nitrogen 比較係屬於怕熱嘅，佢唔中意嗰啲好焗嗰啲地方，佢比較怕熱，咁佢中意食甜嘢啦，咁樣嚇。咁仲有一個症狀咧，就係喺
可能咧，佢隻眼咧係眼用神，覺得眼攰嚇，眼疲勞啊，佢可能做得太多啲仔細嗰啲工作啦，令到佢隻眼咧就好似好疲累。咁嗱喺呢個同佢療法，有另外嘅療劑咧係 Ruta 啦。雲香啦，同埋硫嗰個碳酸鈣鈣卡都有呢種咁樣嘅症型啊，因為用眼過多咧，係導致眼好唔舒服、眼疲累嘅。好啦，咁仲有啲情況咧，我哋可以考慮呢個療劑咧，就係帕金遜或者咧就係、是、中咗風之後出現嗰啲問題啊。中咗風之後咧，個人可能失咗平衡啦，個行路咧就係、是、唔穩定啦，擺下啦嚇，個協調出現問題啦。咁、仲有一種就係嗰個多發性硬化症啦 ，multiple sclerosis 咧，咁呢都呈現好多呢啲咁嘅神經系統出現嗰個問題嘅。好啦，平時咧，Gentle Nature 嘅人咧，通常咧就係好社交能力強嘅，同埋咧嗰個性方面咧都係比較上咧係高嗰、那個係高嘅，係高旺嘅。咁同埋咧，好中意食芝士呢类嘅食物嘅吓。咁啊 ，Gentle Nature 琴嘅人咧，佢系中意同人倾偈嘅，即系同倾偈咧系讲俾你听。佢需要人揾人陪佢，咁陪佢咧，佢中意讲嘢俾人听。OK， 讲嘢俾你听，唔系听你讲嘅嘢。所以咧，呢个疗剂咧喺我过去咧系发现咧系处理过好多主要系处理一啲惊慌症啊、恐惧症啊。這類的問題的效果是非常之好、即希望大家呢有機會呢利用到同療法的療劑呢是幫助大家處理一些所謂人哋覺得疑難雜症，但在同療法呢只要找 找到一個正確的靈丹妙藥呢就可以將問題很快解決到了。袁醫生剛才介紹了的同類療劑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的。好啦，今次节目来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